是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，细说台湾，甘为人生建立家园，为着追求美丽的幻影，迷失坠落一座不夜城。到山顶啊，阿土仙甲乌白母熊的躁动之下，总算叫清了宋美甲朱阿辉的基地啊。不过这个时阵，玉兰甲进仔要成亲啊，一定的成亲，进仔都永远无得离开阴阳界啊。宋美赶紧要救安，算怎讲用来叫这基地的弹弓啊，叫玉兰掉包啊。阿朱阿辉，你来跟伊做伙啊？刚刚呢，你两个会不会话？安大翁诶，你误会啊啦！因是好人，玉兰是歹人，你确定啊？你着知。俊泽，我就惊。你免惊，我来保护你。你徛到边啊？阿叔阿辉，两位菜爷，这里和你对付，四个人拍起来应该无问题啊。恁四个是自找死路了。知影我厉害啊！啊，你死个！啊，到这点点嘛会困难了就啦。是啦，伊起码变做蛇龙棍了，变足厉害。伊招牌开了有几万以上，啊，阮两个姊妹啊，存6000年。啊，完全一千年了。哎呀，这么变乱！我看好，咱进来走。啊，你死个，冲！小蛋，小蛋，哎，我看好，咱该分开走，安尼才袂让一件红警抓到。对这边，我你走走。玉兰，你再等我，我去赶紧处理掉。人呢？你想要从啥？靠你家财，我提前计划，刚刚准备着。俊仔，你免惊，你等一下就恢复记忆啊。准备结婚哈！可恶啊！恁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卖掉我死，阿了无，恁一个拢袂想要走？去用白条呀！搁安尼咧讲话，啊，安怎？要死啊！我哪会惊吼？我咧轻笑轻笑，你唔知死我。你看，可以啊，我就无迄个意思，你唔通误会，唔通用双人拍啦，你拍一摆我拍一摆。哪样呢啦？一阵嘛吼，拄我传烟火尔，迄运气吼正旺啊，一阵嘛无在钓鱼啊，迄都上传的啦啊。啥话？啊，搁有第三计划无啊？当然嘛有。安怎？歹势啦吼。该骂我拢骂过啊，吼！走偌紧就算偌紧，转啦！无路啊！无路啊！拄个嘴，大家，无路啊！哎呦，这
本来今天要到底死啊啦！好讲白啦，阮舅妈嘛死得白介。阿哥呀，我嘛无报啊啦！佮走啊！看你阿哥会当走去倒。现在，若是无法度恢复你的记忆，我就做坏事。多了好，就莫放开。你叫魂啊，我挡袂掉啊！等我，等我今天我魂去。天哪！进仔啊，对我行！进仔，对我行！哎，安尼拢无安全啦。那不欢迎啊！无好嘛，吃这果然也无啥同款，哎，无够甜啦，这假啦！啊，你哪呢？好你狗仔，拄只差一点就让你害死啊！红的，现在你是你的无，紧甲放开！话讲才一点点，就死予咱啦！现在我求你啦，我就无简单只让你喘不来气，我唔爱做狗命野鬼。我只是不想要死在这，我跟你拜托啦。是啊，连轮回拢无机会啊呢，我不爱做孤魂野鬼啦。金仔，你听我讲，你若是跟有人拜堂，你永远就要在阴阳界，无法度回去啊。你那讲啥，我听拢无啦。金仔啊，你相信阮大家讲的话啦，真正要害你的人是这个人，你赶紧恢复你的记忆啦。别讲啊啦，你若是听这边吼，咱难免要回去啊啦。你是有够戆的呢，你来叫我要做啥？你若莫来救我，两个发生阁换一个。你是你讲什么戆话啦？你无伫咧，我话要创啥？你好啊啦，你阿哥有啥物后事想要交代无？有。啥物后事？拜托，帮阮走好不好？拜托姐。啊，无彩哦，咱甲周玉兰的骨头安啊挖出来，啊，即摆拢白滴啊，啊，是要哪救啦？但咱这个无法力啊，我看是看书办事啦。玉兰，我问你一下，陈公是不是你刚掉包？无唔对，恁提迄种邪物想要对付进宅，我当然爱甲伊换掉啊。哼，我看你是挑故意要看我害死进宅。阁讲啊，遮尔啊好听，哼！虽在恁安怎讲啦，规日即摆物件已经互我摕去藏起来，恁嘛变无报啦。哎，刘凯啊，今仔甲陈公我找出来，凡事还有机会啊。咱来四界找，啊找无周玉兰迄个陈公啊，啊即摆是变安怎？事到如今，我看剩一步尔。哦，啊！你有步数唔较早讲啊？安尼直接找到安尼，啊，啥物步啦？紧讲啦！哦，你甲想看卖，既然这阿兔啊已经无救啊，不如哦，咱就甲周玉兰的骨头翁啊吼弄个破，等这阴阳界的门一开，咱就紧转去啊！啊，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。哦，开下当家做操事啦！阿祖阿辉，东港啊是死人多的所在，恁讲恁是进宅出香火？那呢？是安奈活跳跳出现伫咧阮的面头前？哎，对吼，我哪拢无想到。有啊，有人通找咱，是安奈白做。阿祖阿伟，莫听阿伯讲，莫做着伊个。阿土生呢？你安尼讲话就一点仔自私啊呢？人进在踮咧遮是活跳跳的人，阮两个嘛是啊。安尼留踮咧遮有啥物唔好？是啊，刚刚爱阮东西，甲算袂晓得。安尼，我甘愿留伫遮，甲有人讲嫁翁婿，至少望会着，也困会着。原来东宫啊，真正伫有来遐，我一定要找机会甲伊摕转来。你不是阮，你唔知阮的苦衷啦。现在叫咱紧甲阮放开，我要来主持恁的婚礼。安尼以后咱就是一家伙啊，拢袂分开啊。爱我甲恁放开的当，啊，不过恁爱亲手杀死阿土生的人阿母，还佫有算无？您敢做？好好好，我答应你，金刚放开啊！
去，给因抬死。没问题。你两个先冲出来，别杀你走。你这两个老毛死，活不死，帮我陪伊个母亲呢？我才会替你做亲家。阿叔啊，好呀，你唔通中计啦。你搞阮抬死，因两个嘛袂放你耍啦。阿姊，免甲伊废话啦，动手。真的是酒喝人家，酒人煞红公公婆。阿朱家辉背信忘义，敢讲阿涛先因真正的忠心阴阳界啊！先卖冲锋，快速搬书了。你等下冲啥啦？阮当然嘛要转来。迄好人爱做到底啦，上云爱上上天啦。可是阮即摆啦吼，脚底我会有酸气呢，以后阮这粒头是变哪打起来？无唔对。玉兰，你查当初迄场火灾，我啥无救？因为啊，我后悔娶你啦。你外表看起来真温柔，但是你内心是恶毒。我若是娶你，我以后日子是变过啊，就像今麦正在安尼，去予你控制掉，是今日害人。你这款查某，我哪有可能要爱？我不是，我不是，你来当你控我？我不过是讲实在尔，一定会在死我帮的。你若不死，你就永远跟我哥哥甜。我变闹真正自由，安尼你听有无？阿叔。我真的爱你，你来就这么给我，你来就这么给我。有人，你原来因讲拢是真的，无唔对，这就是我的阴阳界。我带恁来，就是要看恁一个一个互相战胜，我才会欢喜。你水的啊水的。拢免想要走，我即马就想抬你。金仔，金仔，有人，有人！你竟然金仔放开！孙伟，就是金马，给你当工啊！金仔，不要来啊！金仔，不要来啊！哦，那你凶得这样一定。金仔，你等来，金仔，你把准收起来啊！金仔，别再动了，让你金仔走。给给给。你上拢别想要走，路开呀！骨头，你拍破伊面门就开呀！嗯，好。兄弟，恁大家有想到？若是把这个骨头硬啊拍破，咱大家拢当转去。但是玉兰嘞，你着魂飞魄散啦！恁有想到无？阿哥，你想要做啥？爸呀！娶你是我这世人上大幸福，但是我无娶玉兰，你说变成孤魂野鬼，这嘛是我这世人上大遗憾。我无想要再受到这种心的折磨，你要原谅我。阿黑啊，你刚才在讲啥？你莫叫我啦，好好照顾家己，唔通我烦恼。在吧，玉兰，头拄我为着要救因，讲一寡伤害你的话，你爱原谅我。其实二十年前，一场火灾，我有冲入去甲你救，但是
因为火伤大，我人嘛去昏昏去。其实这一年以来，每一天我拢想着你，我拢会想讲，我若跟你去，我唔知偌好呢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你，害你原谅我。连搞公共食的，我袂予你骗去。阿头先，对我来走啦，代志拢已经过去啊。恁家己转去啦，我要留落好好陪玉兰，我要甲剩下日子好好陪伊，袂阁会孤孤单一个人。门开啊！咱紧来走，啊，无迄门若关起，咱就走袂去啊！阿妹，你总也唔通过去啦！阿妹，你唔知我嘛唔知，叫来我拜托你，你帮我人刷，阿婆，我来回家赎罪，你帮伊刷，安尼好不好？我呀，紧走啦，你爱原谅我，在吧？两位菜呀，转走吧。既然你决定啊，咱去来走。俗语讲，少年若无一摆戆，路边哪有游泳功？阿土现在要赎罪，玉兰敢会放下收魂原谅伊呢？既然你决定啊，来去来走。阿土，又来。我知影我无爱唔对人，我嘛知影你一直拢无甲我放袂记哩，安尼就够啊。我袂阁再怨恨你，你转去啦，恁某需要你，咱两个人有闲才阁做翁仔某。没办法抱啊啦，不要紧啦，咱家己抱。咱总算回来啊，会当过正常的日子啊。你哪会用安尼对待我？你哪会用安尼歹笑我？你哪会安尼污嘴我啦？好啊啦，你敢无了解我？我死死人，上惊的是对不起人，你敢？阿头先。你不是讲你要留伫遐，啊？哪会连你嘛转来？是玉兰啊，煞我转来啊！伊讲哦，要成全咱两个，叫我好好对待。看来玉兰真正原谅你啊，大家拢欢迎，无代志啊。哈哈哈！别人的分别，就是阮的快乐。哎，无啊，老快啊，无变呢啊。
是要交送的亡魂啊？啊！阮是要来交周玉兰的亡魂，把伊当我交出来。你别抓伊！为什么？因为阮翁哦要娶周玉兰的后悔啦，所以伊即摆毋是无主的孤魂啊。干官啊！啊，你毋是讲过？你看周玉兰即摆变作安尼，是你一世人的遗憾。啊，既然周玉兰伊答应要原谅你，成全咱，我当然嘛会晓成全伊啊。袂可能啦，哈。啊，真好真好，安尼代志哦，拢圆满啦啦。不敌红飞轮，难怪不散。阿狗，你都过来，若无代志哦，进来走。你就过来。古早人一句桌顶无菜姑婆，和冥婚变作是离婚的过姓的女子唯一的寄托。父母忙碌又贵，搁较辛苦嘛，要替查某囝完成冥婚。不过当今社会，因为寺庙甲菜堂渐渐互接受啊，所以香烟若要有人祭拜，冥婚也已经不是唯一的方法。真侪人一个出事，父母都会请人来写名状。生活无顺时，还是讲破病一直袂好的时阵，有想找命的宜兰人，都会选择传香火来化解。要娶进前时哦，拢常常个身体困到半暝，就爱昏，就讲爱昏。啊昏，要来去哦先，再去病院去哦先再看，一检查都也无病啊。就去问神讲，你爱娶香烟啦，无再平安。啊，卖人啊讲个时哦，迄面粉即个查某对。对嘛，人啊来咱厝，伊来看有介意无介意，伊来看咧。冥婚这个查某为了分出个银两，来你背个你望安尼，我有感觉。虽然伫宜兰有真侪人会传香火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查甫人拢会使安尼做。若是无相识命查甫人强传香烟，都有可能为用世间的牵手带来不幸。上一公天公地母，风起云土。台湾人有所属的发明者，为何是化解阴阳之力的关键？小路八一斤，那后来伫找斗三工，连失去记忆的倩露，嘛强附在伊的身上，要找人洞房了却心愿。痴情少爷要见梦姐，求小路来开除，却意外看出了梦姐为大某变色伊的秘密。下礼拜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地母都在小路。愛情苦